们前木故居国学讲堂乐龄学堂在倾听的九成宫李全民欧阳询风花，我们凯书入门第四讲的所有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是第四讲了，我们从前面有一讲一个故事，有一种乐器来带入，今天比较特殊，今天是第四讲，做一个结论，欧阳询风华的一个结论，所以我用这一支笛子来带入。说起这个，这支笛子是一个我们马来西亚的，我们华侨，也是我们台北市医学院的高材生，他喜欢音乐，医术精良，他也是我学生。我记得当年呢，我在树新大学上课的时候，这位北艺的高材生啊，陪我到树新大学去上课。结果呢，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他太太会弹钢琴，他喜欢吹笛子，我哈哈大笑，这叫琴瑟和鸣，那确定，也是一段佳话。他去买这个笛子的时候呢，刚好去一个很有名的乐器行，就专卖店。那上面一看，前面第一个是从墙角的，第一个是八十块钱的小朋友在吹的那个塑胶的，雅马哈的是，一直往后面，结果他看到最后面一只啊，这一只属于欧洲的，这是桃木做的。然后呢，他就买了这一只，送给我说：“老师，这只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然后我这位义子，因为喜欢音乐，在他这个医院下班以后，都跟很多的乐友在切磋，可以这样讲了哈。有一种叫演奏音乐，有一种叫玩音乐。玩音乐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那么演奏音乐，它要团体动作要一致，那就不一样。然后后来我们就合作了一个曲子，就是刚刚的第一首曲子，我们纪念我们茶叶改良厂凭证的第一位在台湾呢，在研发金萱跟翠玉，而且对台湾经济跟茶叶非常有贡献的一位博士，吴振铎博士。然后我记得当初呢，我是用古筝二重奏来表现这个曲子，上面有酸甜苦辣，因为它经过日华战争再来台湾的，所以其中有几个转折比较哀怨的，就是艰辛的部分，而且在山上茶农是很辛苦的然后因为这个典故所以各位同学无妨，大家也玩玩音乐，但是这是一段当年的奇缘
现在他们结婚后，现在有生了啊三男一女呀、啊，啊，而且都很棒啊，啊，这算这是一段啊，继上个礼拜音乐啊跟书法，还有跟医学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我这位学生啊，曾经也在我们碧潭啊，大家去过碧潭哦？那碧潭旁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水岸三十一号啊，那以前旁边很多啊，就是这个休闲的这个行业都在那一边。他们组成一个乐团，几十年前，这叫黑猫乐团。啊，这一团是很即兴的一个乐团，啊，每年，啊，他们每年到我们现在，我们龙江路啊，就花行后面有一间南山咖啡啊，他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咖啡展，他们都在这边做，啊，这是过去的音乐跟这个一段佳话了哈。现在我们由这些啊来，前面这一段讲完以后，后面就用又见炊烟啊，因为又见炊烟这个曲子，我们刚好是第四讲，也就是我们乐龄学堂第四讲啊，欧阳询啊这个风华啊楷书入门的啊结论阶段啊，那有一天。我记得我在平陵，我跟一些茶友啊，在聊天，那刚好呢，我不是用这个笛，这支笛子了，我用另外一支笛子啊，然后我就吹了这条《又见炊烟》，结果后来发现很美妙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哎，这个好熟悉的声音啊，结果呢，越来越近。转眼到我面前，就是当年唱这条《又见炊烟》的原创者瞿秋美啊，我们啊很棒的一位小调歌手啊，这个也是一件当年值得回忆的啊这个一段很美好的事情，来跟我们学堂上所有的啊学员啊分享。那我们不一定要写字啊，哈，啊，写字，写什么字啊？写字一定要先看书，看书要干嘛？看完以后要去走一走，千里路，去印证很多的事情，啊，那我们现在就把由这个再带入到我们的课程，我们的课程里面呢，他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文化，文化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语言，啊，宗教和风俗习惯，啊，诗词、歌赋，啊，啊，是一种品味。那我们看看我们塞外的地方，晚上都打包括我们啊这个啊原住民区啊，花东，他们晚上有萤火晚会一样。用原始的歌声唱出来，铿锵有力啊！啊，它是一个啊非常啊一种品味啊，也是一种寄托啊。那表达和生活的情绪，除了寄托以外，他们也有表达他们生活方面的那一种啊情绪。他们载歌载舞，他们放怀喝酒。畅叙忧怀，哦，这一种感觉，啊，我们不是只有在台北市的，啊，有空的话也要到山区部落，啊，或是到国外，啊，多一点，啊，交流，啊，见闻，啊，这很重要。而文字更是一个伟大民族啊，啊，借以啊，啊，记录我文明演进的尖端工具，哦，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啊，这个文字啊，
我们这5万多个字的这个中国文字里面呢、所以是累积到我们先贤、我们前人、我们先辈他们铸造累积下来的他用很多的图，刚开始是图腾来做一个记录这是一种经过脑子指挥手瞬间爆发出来的一种智慧结晶和充满感性的高尚艺术，它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书法。所以我们写书法在写字，其实是脑子指挥手在写字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文字在假借用工具来表达所以这是个很高尚的一个艺术它的名称就是我们所谓的书法然后中国书法从新石器就很久以前时代迄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从我们中国文字史而论，可从仰韶文化之标示字，一直到唐以时期之象形，及秦汉以后之篆、隶、楷、行、草，我们从这里切入去探讨。我们从篆、隶、楷、行、草中间，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从早期的古文字是一个图腾，一直到大篆的阶段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形的、短的、不规则的，一直到小篆到周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像石鼓文这一类的，可以看出来跟今天的越来越近了再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汉隶出现。汉隶的出现的时候，我们经过中间有一个叫群隶就篆书跟隶书中间的字我们今天好像最近这些帛书出现以后，我们大家很流行的是写书法的，很喜欢这一些的，因为写书法有一个特色，就是这种字体没看过，大家就很新鲜。在座的同学，不是新鲜的问题，要了解来龙去脉这一点很重要再来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太大了幅员太辽阔了中国的幅员太辽阔了，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种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读那个百家姓现在呢我们在勾吴有做了一个从皇帝开始建立的一个300多姓，结果呢最近发现因为有这些所谓遥控飞机上 AI 是吧这些无人机到许多的很崇山峻岭发现到去考据去访问发现到我们整个中国里面的姓几乎达到1000多姓，有少数民族加进来这个会突破我们当然读的百家姓所以很多的高科技知识我们发现到很多的问题人才济济哇那是在各种族里面的什么优秀的人才都有战乱不断，还有因为部落跟部落中间常常起冲突，有这些征战所以呢这4000年来历朝都有留下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叫战死沙场我们有一首诗是吧夜光杯上有这个穿这个铁甲上前日本有个叫神风特工队，他要去打仗之前先喝几杯酒诀别酒叫必胜其实不是必胜其实叫必死的决心可歌可泣的战死沙场。
再来呢就是离乡送别，所以我们有一个灞桥，灞桥里面叫折枝送别这种感性哈，倾诉这种情怀也有。我们很多填词的很哀怨的这些都有，还有往生问道，哇，这个历代里面最有名的，我们这些文人都喜欢去往生问道啊，去求一些禅理呀，是不是？因为在朝为官呢、比较单调，很多东西要超然脱俗，要去访问这些高僧。中间最有名的一位呢，我们大学士就是苏东坡他很不错，他对这一点往生论道而且他还是美食专家，他被解放到海南岛还可以这样，很感性，填的词也很感性，有一阙词叫《定风波》了。等一下我也想到这一点，我来附和他，用现代我的感想来讲这一首《定风波》。那我们来看看，风花雪月哦，那电影里面看最多的，这唐伯虎。我们影剧里面有一个叫周星驰演的这个把他演活了，演的这个唐伯虎演活了。我们历代里面就有这些风花雪月雅集吟咏。雅集吟咏是什么？那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兰亭序也有这些雅集吟咏这种可歌可泣的感人诗篇，太多留下太多这种诗篇了。然后呢，我们在写这个写书法的书体跟这个诗文则以晋唐宋晋唐宋为主体。那宋人都是比较喜欢写晋唐，到宋以后呢，后面的习惯沿明清至近代民国到现在除了少数有一种创题字以外，其余皆承袭前人之古风也这一段在讲，从后面越来越薄弱，而且文学越来越薄弱，到后面就是抄袭多尤其工商业社会时代，那很多人他就往工商业去走，所以这一个有一点我的感觉最近几十年来有一点没落了，有一点没落。就是希望在座的同学，这种古风尚还有我们社会贤达跟我们这些企业家，都给这些文化人、艺术这些人多给一个鼓励跟赞助这一点老祖宗的智慧也是一个资产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为何这个唐朝欧阳询、九成宫李前民被誉为楷书籍者，天下第一名为什么是这样？那我们来看看，是因为我们在学东西各位同学要注意我们学最盛、武功最盛的朝代，你看唐朝里面诗词最好，书法最好，武功最好，老百姓生活国泰民安，对，生活非常好，所以读诗词也是一样要把这些先读好。当然有一些可歌可泣的，战乱中间很多文章悲伤哀伤的这一类，你当然也要懂琉璃颠沛的这一类。然后因为
欧阳询这个时代急了，就一受到那个皇上这个喜爱，还有他写的这一篇《九成宫李乾明》的文章里面这个篇文太美了，魏征写的太美了，其实呢，你从第一，我们从第一讲第二讲开始，我们在读帖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文章就是一幅，用文章去做一幅工笔画，还有加山水，的一幅画，而且是一个历史写实。他把隋朝一直到唐，重新修复九成宫的这个特色，这山川风物通通包括在里面，包括宫殿的建设，这种雄伟，这种形容。所以欧阳询他来写这个《九成宫李乾明》这篇又是好文章，而且他的字非常好，会俊秀挺拔。所以在我们学书法来讲，我们目前最齐全的这个书法楷书范帖里面，欧阳询《九成宫李乾明》是一个很棒，而且第一优选，所以他才会被誉为楷书最高的举者，也是天下的第一名。那他后面有一个结语，上集第三讲里面他说呢，虽然呢他说呢，在早期汉代那个时代就有很多的相传历代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李乾但是呢，到一直到我们经过隋一直到唐朝，其实这一口井他们说最后结语一句话，这个魏征写的太妙，他说不能雄扬，不能比不能比这个还好，这一口最好，所以他才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就是九成宫李乾明。那我们因为我们在上课期间就要短短的几节课这个五千人的文化工具这个我要跟各位来讲一下第一个我们补足一下不够的工具，像这个这一支就是我们裁纸的刀，所以各位同学以前有这种刀铜器的还有我们用竹子做的叫竹刀这个一定要必备所以你们写书法要必备这些东西了那第二点我们在对了，像这个墨条，这支墨是达摩真性颂这已经有五代了然后我有收藏然后从第一代开始到现在，这个已经不见了这我把大陆跟以前跟现代的墨把它做一个比较后来跟王先王金枝王先王所长，我们两个检讨结果，这一支比历代的都好当然后来我送给他几支因为他画画搞不好后来没留到现在辅仁大学他的纪念室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放在那一边，因为包括当年有一个砚台，就沈礼墨沈先生重庆十天小卒的时候，当他撤退的时候，王先生撤退的时候，沈先生送他什么东西都没送，送他一个砚台，这个砚台随着他来台湾拿了很多的书，坐那个小船书一边走一边丢丢到后面剩下一个砚台。所以我们要注意那个砚台干什么用，叫设砚，就是收学生的意思教学我们不叫教学，叫设砚开班授徒这一条我们公认的，这叫达摩真性颂。我有一个朋友叫陈家德，在三重他也
他也跟这个熟，可是他那边这个材料都没有了，秘方也没有了，只有剩下一个模子了，没有什么用，秘方没有了，确实很棒。这是跟各位再介绍这两个啊，那我们接下去就是装瓷啊，装瓷就是装潢鞋的装潢鞋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叫表背了，表背店，表背之种类的一个分析。现在的表背的师傅啊，当然了，有我们很多都做包手的，现在都没有做包手，哎，有的用双鲜三鲜呢、啊，去表背这些，上面还有一个暗围，现在也没有了，越来越不讲究了。以前我们乡下做了三合院，上面都有那个燕子飞来飞去啊，那风一吹，下面那东西可以把燕子赶走。啊，工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现在看外面的师傅啊，那个表背师傅学三个月，这叫两把刷子，学三个月他就说要毕业了。连那个纸张都拉都，表背啊，啊，这笔啊，排笔都排不死，浆糊啊，啊，这纸张用那个纸拿起来一半就那个纸张就断掉了，所以现在的表背师傅越来越差，而且他们不肯苦学，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很多的表背店都希望你做什么，用镜框的比较快一点，而且更糟糕的，有一种机器发明出来了。这个叫做40分钟起货啊，机器啊，用那个白胶啊，不用浆糊了，白胶就领东西弄上去，那个裁好上面那些旁边的材料绢布啊，裁好，直接呢用这个真空压缩咻下去，啊，那个白胶一下连的平，非常刚开始非常好看，可是呢记得，那个师傅40分钟起货了，你那张作品就报销了。就不能用了，所以我们初级研习的若岭学堂的同学，这一点你要注意，找好表背师，才能够延续你的画作跟所有作品的生命。哎，我们有一个叫金华堂做那个台毛笔的。除了我们这个毛笔以外，还有一种是做胎毛笔的，叫金华堂。我们小孩子啊，生出来的头发去做毛笔，有一间叫金华堂，在我们，这个潮州街啊上面哈、啊，跟那个杭州南路交接的地方有这么一间，啊，那间很棒啊，有空也可以去看看。那装瓷部分里面，我们大陆来的名师，听说啊，他们在表背的材料里面最重要的是浆糊。那个浆糊啊，中间有用中药，一种黄糊的中药，蝗虫的中药，那有一点像，他们啊，在表背的时候啊，那功夫都很细。那现在都功夫比较粗一点了，这一点。那我们所要看的第一个叫，这个表背东西啊，第一个就是进入我们状况，就是这个啊。各位，我们进入到表背的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手卷，手卷部分，一卷一卷的手卷，这个手卷。现在很漂亮的手绢，手绢呢，各位也要跟解释一下这个手绢。这个手绢裱起来，如果长的话，手绢很贵啊。这是手绢，这是手绢，这是手绢啊，这手绢，手绢这个前面这个段空白的地方，这叫提。提东西的主题的 marketing， 主题是什么？写在上面哦，这个叫护春图。那护春图前面就写护春图了。护春图写完以后，开始里面这个后面就开始内容开始，
这内容是什么？啊，内容开始以后，到尾巴啊，啊，这一卷的后面，啊，后面这一段，上面是提，后面叫拔，后面这个叫拔，拔是什么东西呢？哎，拔又拔，有好几个人去拔，拔还加上考据。如果这一章啊是古人的东西，经过重新再表辨以后，上面是子题，后面拔是谁？啊，就是啊名人啊帮你写上面的叫这叫保证书了、啊，这是金呢，包括考据，这是好的，而且非常好。哎，这件作品是真的，确认。所以这个拔啊，还可以夸奖以外，还可以讲你确认你这件东西的真伪，还有价值在哪里，好在哪里，这叫拔啊。这个拔很重要，前面是啊题啦啊，所以题也太重要，拔也很重要。我们现在看电影，看到后面那个电影啊，还有我们那个连续剧的名字都不能听啊，已经没，因为那个文学一直薄弱。以前我好像看电影，那我那个名字很震撼，现在越来越少了。啊，这就是，啊，这就是我们的，啊，啊，像这个所见啊，然后本来还没有表示这样啊，本来刚刚的。刚刚的所卷啊，还没有表示这样。各位同学，啊，这是我写的啦，我写了一卷，啊，我们落审，我写的落审啊，这是我写的落审，啊，一卷整卷的啊，这个如果要裱起来的话，啊，这个可能现在的裱别师傅非常痛苦，这裱起来的话。啊，最少要十万块，裱别费就要十万以上吧。啊，可是，我们的对岸，因为工商业开始发达以后，大家也想写字啊。以前只是求三餐温饱，现在又加上科技社会，所以他们把全世界最大的职场在大陆。还有我们那个绢啊，所有东西都在大陆，所以大陆像这样的话，一卷我们裱起来要三四万块、五万块的这种《波罗蜜心经》这一种，他们裱起来多少钱呢？他们现在啊这样做起来大量生产，这一卷一个才2000块，你怎么比啊？怎么赚？所以各位，别人在进步，我们也要小心了。大家啊，好的，我们要学习。我常常在讲这一段，好的，你就要学习哈、哦。这就是刚刚看哈、哦，盒子也这样，连盒子给你，那2000块，啊，开玩笑，这连钢本嘛无够，工本费都不够。我刚上一节课这个。这竹，我们台湾在用的这个无竹注意，那日本人的，连那个批改老师批改作业都是日本人的，这个写字，这墨汁无竹墨汁日本人的，那当然是他们大量进口，在从那个泰山呐、啊，在分装啊，分装。曾经我的好友也在帮忙分装，啊、后来惠永堂就买这个日本人种的。你写的、改的，通通是他的。你的文化在哪里？醒思。我们文化界要醒思，我们教育部要醒思。嗯，包括我们大家来支持他，因为文化有人支持才可以生存下去。有空的话，都买一点，大家买一点宣纸写写字啊，让那个卖纸的可以生存下去。嗯，这点很重要啊。第二个叫。侧页，那我们看看，
这是十年前大陆做的史树帖，绵章、史树帖啊、条书西件啊这一类的东西。哎，刚开始你看这个材料，那做起来都很便宜。一看到这种帖子，啊，还有一种线装的，日本的通膨社做出来的书，你不要读书，你只要看到表皮，你就好高兴嘛。所以要先有吸引力，啊，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叫车页，一页一页翻。好，那我们看看车页。啊，这是我们这个啊这一段，啊车页啊，车页残联这一段，那刚好这一段是当年我老师送我的这一本，这一本是王静之的《江行杂咏》。《江行杂咏》啊，是什么？是长江三峡上面啊，他的啊。所随性所做出来的诗啊，那我们来看看啊，看到这个字就很高兴，写得太美了啊。他说：“三角孤云何限晴啊，啊，三角那边有云啊，啊，在飘啊，何限晴啊，啊，随风轻逐我船行。”哇，我这船又顺着这个风在洗洗出来，顺着水在飘走啊。双桡拍浪啊，心无定啊，别去啊，相关又几层。哇，一直走一直走，我离开我的故乡渐远了，又一层一层渐远了，我过了一关又一关啊，离开我的故乡更远了。那个相关呢啊，乡下关卡，也可以说，我故乡。读书不要读死的读医，这是王先生当年所做的《江行杂咏》。好，我们看看这个，来看看这个啊，各位同学注意看一下，什么叫什么苏轼画三绝啊？这是苏轼画三绝，只要看到小小的这么一本。还有更小，皇帝在看的口袋书，啊，这小，啊，这画，啊，画旁边就诗词，一站画旁边诗词，对不对？书法写得很漂亮，画很漂亮，文章又要漂亮，啊，你看这整个这么美，啊，啊，这是他80岁以后，啊，叫荣获。80岁以后叫荣获，这是王先生啊，中间像这种画册哈，啊，只要你写一个字或画一点不好，这一本就再见，啊，所以这叫文人真功夫，啊，这文人真功夫，各位，现在画就一样画葫芦啊，你拿个画稿来，我画一画啊，就办个展啊，好厉害哦！我在国务纪念馆展览了，笑破肚皮，就一点点笑话。所以各位，真正的东西不在这里，全部在内涵，还有，对啊，这个书纸平常一定要读书，还有要去历览名山大川，这一点我有一点建议了，一定要去走走。这是刚刚漂亮吗？我看到这个就很喜欢。那我们下面的这同学啊，你们啊漂亮吗？啊，漂亮哈，很漂亮哈。啊，字又美，诗词又好。哦，我这个越看越喜欢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册页，这个也是册页啊，一册的一页一页一册叫册页，刚刚叫手卷，把书卷可以用手卷起来叫手卷，这样懂吗？在座的同学啊，记得哦，这个一定要记起来哦，啊，那我们第三个啊，第三个我们讲起来就是
我们这个叫中堂啊，我们看看这个叫中堂。中堂这大厅堂中间吊的东西叫中堂。这个中堂有分大中堂、中中堂、小中堂。大中台就是全开的，这个小中堂就是四分之一。嗯，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纸张啊，啊，这一张啊，刚刚我们所看的啊，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刚刚是两个加起来是全开，这是对开，这四分之一叫小中台。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怎么小中堂呢？这是把这个对折，刚刚已经对折，把它切开了，啊，切开了啊，这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啊，这四分之一啊。好，各位要注意了，各位同学，我们刚刚所用的这种裁纸刀，这太好用了，啊，切下去，啊，这个叫小中堂，四分之一小中堂，大厅堂中间放的，啊，小厅里面放的叫小中堂，看懂吗？小中堂，啊，我们这样就可以写一个作品，啊，当然等一下最后我会示范。会现场会好示范给你们看，啊，这种小中堂。那这一张小中堂在哪一边呢？这张的字呢是当然在平林，平林有个茶坊，就在我们西边里面呢，吊桥不远处，啊，然后这位老板跟老板娘啊，煮了一手好菜，跟种了好茶。啊，人缘又特别好，啊，啊，这个叫林连星，啊，名茶，啊，那当然，啊，我们结缘了哈，跟他结缘的啊。这里后来我提了一首诗啊，叫《北溪溪源》呐，化义工了。这里有一条河流叫北溪溪，啊，这北溪溪啊，因为这里是水源保护区。所以水非常清澈，这里不能垂钓。它有两种鱼，最棒的鱼，一种叫做苦花枯灰，还有一种叫香鱼，啊，就没污染的叫香鱼，啊，所以北势溪溪源呢，这条流水，北势溪的这一条水流啊，化义工，让这些造化对一区的居民，让这些人有饭吃。小孩可以上教育，啊，安家兴国啊，益汤丰，然后把家庭照顾好，啊，又会给国家缴很多的税金了，啊。林流平明啊，索桥美，啊，旁边呢是一个北势溪的水流，又有一个吊桥，非常的美丽，啊，还有佳肴野趣丰，而且这个地方啊还煮了一个野菜，非常的棒，啊，非常的丰富啊，啊，其实呢。我把他们店名啊，跟他们夫妇两位的名字已经放进去到这里面了，砍到里面去了。后来他们才发现，哈，啊，这个呢，他的商号啊叫林连星啊，他的老板叫国堂啊，他的太太叫嘉义，其实通通在里面了，已经砍进去了。所以各位，这诗也可以把人的名字砍进去，但是你要有典故。啊，不是乱搞啊，所以这一点各位同学也可以注意到，像这一种格式叫小中堂，小中堂记得啊。接下去，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啊条幅啊条幅，顾名条幅，条幅就是又有名字，这个，叫单条。一幅作品，一条一幅作品叫条幅，
一幅作品的幅，一条的条，叫条幅。啊，又叫单条，单单一条。然后我们把两个，啊，我们一般来讲这样很多了。我们现在展览的，现在看后面，我们书法教室的后面都有很多，都是用这样的，啊，这叫单条写的，啊，一个是单条，把两个单条凑在一起，这叫对联，啊，这叫对联，啊，再，啊，我们来看看啊。第三个，我们墙壁上也有叫对联，嗯，这个各位同学，这是对联，啊，这是对联啊，这是我家了，我家的小客厅，啊，当然这对联是我写的，啊，为了，啊，以前我这里是种竹子，啊，有种这个竹子啊。所以我用啊种兰花跟猪猪在这里，啊，几株兰竹天青去，啊，满壁丝丝有古风，啊，人呐，啊，啊，叫房子里面呢，啊，啊，这个书房啊，要一点雅，啊，然后呢人要一点啊古风上啊，那种竹子给自己，啊啊，这个字节上面的训练呢，啊。啊，兰花来熏陶你，叫养性，啊，所以这是我家的啊。当然，这个是我用隶书写的，我用隶书来写这个，我们用中原正韵来念它啊，各位学员注意听，基督蓝调，天清楚，啊，万变西书。又高峰啊，这个啊，以后各位写自己的文章，你要把这个读出来，用正音读出来，或是你要吟诗吟出来，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啊。再接下去啊啊，这个刚刚单条是这里的哈，单单一条哈，啊，这包括落款是这样，然后进入到中堂到对联，啊，对联的右边写连杆，后面写你的名字。或是你这边不写连杆，是送给对方的，是送对方的名字，把连杆拿到后面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那很多人是印章盖完以后，啊，下面再写什么竞争，啊，那是秘书在用的，书法家不用这一类，最后面盖印章，啊，印章不是盖完后面再写那一些什么竞争竞书啦，啊，这一类的是笑话的啊。那我们来看看。接下去是我们的这个这里还有一个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啊，这很有趣啊，这个地方刚好这是一个阅历参考啊，阅历啊，这是条幅的阅历参考。刚好我们台湾美食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当年狗年那一年，我做了一个阅历，啊，他说，啊，因为臭豆腐是这个颜色的，所以你纸张也要跟它颜色，啊，他说臭豆腐当香脆起，这个又香又脆，啊，辣椒酱醋啊加蒜泥，那要酱醋加蒜泥啊，这个才会香啊。他叫啊，科阿面线煮方熟。他说阿米线多加多煮好了，口水煮流老外米。老人这个那么做吃起来怎么那么好吃？他刚开始老外来台湾吃臭豆腐啊，很不习惯。后来认为他不得了。太好吃了，啊，这是当年的。接下去，啊，由这一边再接下去，就是我们的扇面。
来，这里是上面啊，上面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这个上骨还没放进去的时候，啊，直接啊就在上面写好，再用上骨弄进去；还有一种是没办法，上骨已经装进去了，直接就写上去，两个方式。所以你写这个上骨，你功夫要很好，啊，记得啊。上面因为一个学生啊，啊，那刚好啊，他要收藏这一张了，啊，因为他也玩音乐学琴，叫蝶飞啊啊，鸟转呢，迎风美，他郊外里面呢，啊，我们花鸟。飞鸟在飞，外面的风景非常美丽，啊啊，雨后，啊，荷香，辽阔舒。当这个地方下雨以后啊，啊，这个水滴到我们荷花叶，太阳一上，水蒸气上来，哇，满园很香，这人不得了啊，啊，客人在这边走非常舒服，啊，陈竹远抛神助唱，把这些。俗气啊，在民间里面的俗气全部抛，烦恼通通抛掉了，啊，偶来啊，异性伪情书，哎，有空的话在这边看看书，啊，玩玩乐器，不得了，实在太美了啊！这是我给他的日常生活上面做一种诠释啊，他收藏的这一张，啊，就叫上面各位作为参考啊，在座学员要注意了。再接下去，啊，是这个是，我们跟宗教的结合，这个书法可以跟宗教结合，所以你宗教也要懂啊。我开始就讲风俗习惯跟宗教都是，跟文字有关，文化有关系。这个是新加坡啊，这我们。啊，佛教协会理事长啊，净耀法师，啊啊啊，他这个新加坡啊，啊啊，青龙山不动寺啊的致辞来了，啊，特别来啊叫我要跟他们提这些啊，叫青龙山不动寺啊，他有一个前门，一个后门，前门我用篆书了，啊啊，后面这边呢有一个。楷书有两种啊，然后这个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有趣了。那我们先把这个先讲完哈，这一段先讲完。啊，什么叫青龙山不动寺？然后为了显示这个说，这个不动寺，又写了。啊，转了一个对联呢、啊，啊，这对联呢、啊，青龙山上云涌千松，他说青龙山上面呢、啊，啊，这个云呢、啊、绕着啊我们的很多的很高的松树，啊，参天朝宝刹，啊啊，大家啊往郊外跑到这个寺庙来，啊，来朝拜，啊，来朝圣，啊，这个古刹，啊，昨天呢不动寺中。就是这种不动寺，且随啊僧老礼佛正参心，然后到我们不动寺中里面跟啊我们这些啊禅师啊僧侣啊这些老和尚啊，我们来这边朝圣拜拜，那我们来啊请意啊跟他们请意啊我们的这种。啊，为什么我在俗间里面所碰到的这么多的烦恼啊？啊，这中间里面有一点禅意，如何才会清心寡欲？啊，这点没有挂碍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个是配合青龙山不动寺做的常年。我们一般人有五缘结寂、七缘结寂，
但是长联是八个字以上的对联叫长联，这一点也要注意的啊，各位同学，因为我们今天在教书法，但是我给各位多一点点这方面的一种浅释。再看一下，这是《静耀法师》啊，这个后来我记得跟静耀的一个啊，跟静耀法师一个缘呢、啊，他好像在中正纪念堂或是国父纪念馆，哎，国父纪念馆在开一个展览的时候，那请我跟周成啊，请周成啊跟我去啊，然后周成来画一张画，啊，我记得是画一张竹子吧，然后我就在那一张竹子上面提，为竹子提了一首诗，啊，最近呢，来了一通电话，说周成啊，我们周先生啊，原籍的走了，又是。各位同学又少了一个好牙友了，所以疫情之下，各位啊，随时要惜言惜虎啊，这个很重要啊。接下去，这是我们台北市的一间国小，叫文山这个万福国民小学啊。什么叫万福呢？罗斯福路的万隆叫万福。什么叫万福呢？叫万民之福。什么叫万福呢？这个讲起来叫 wonderful， 非常好的意思了。所以为了这个东西，万民之福，有受教育就是一种福气。还有一种叫礼貌，老爷万福啊！啊，为了这个东西，跟他提这个字，还问我典故是什么，很有意思。这个学校的老校长叫张启龙，也就是我们那暗坑最有名的那个私立小学叫什么东西啊？啊，那一间，哎，那一间很贵的那一间叫什么？这个暗坑那一边的，啊？不是啊，私立学校。上次那个影星去读那边被开除的那一间，结果他也是那一间很有名学校的，后来去那边做总校长，最近也走了。所以这一张啊，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山区，而且我们总统府小孩子表演舞龙舞狮就是这个，就这一间啊，这个校长也很用功了、啊，听说八月份他。要转到我们吉林国小去了，这是当然我跟他提的楷书了。为什么写欧阳询？为什么写楷书？特地用楷书写国小教育写字，模范著书，方方正正啊，就是这样。哦，康桥了，那个叫康桥那一间。他们十周年纪念呢。那个文章也是我写的。好，接下去就是讲到结语啊，这一段的结语，我们一直在讲《兰亭序》。什么《兰亭序》啊？什么天下第一行书？好，这一种是用镜框的，有没有？刚刚有上面有镜框，有表背的，有条幅，有对联，对不对？现在是镜框框起来，这样横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张纸张啊，来大家再看，这是单条条幅，对不对？好，我们把它拿横的啊卷起来，这就是所见哦。那它折一格一格可以对折的，这就是侧页了，对不对？那这样去直接拿上去，两边挂起来，两边拿上去挂起来，这样挂起来，这干嘛？叫横批，我们批衣服啦，批起来，横的批起来叫平批。好，我上面把这一块啊，用那个匾额啊。镜框把它弄起来，这装框啊，镜框框起来，啊，
这叫横扁啊，扁额啊，横扁啊，啊，还可以用木头刻，这样懂我意思吧？啊，那这个是蓝田，啊，为了要打破僵局，他们说天下第一雄狮，我哈哈大笑，因为八柱中间里面定无神龙里面他是用描的了。哎，我这个是直接写上去的，我用什么？用绢写的，包括这里这几个字，啊，这破坏在磨掉的这些字，我让他看不出来是我写的，这是当然这张是我写的，啊，那是用绢写的，这可以放个七八百一千年了，啊，所以要好的绢去写，啊，这一点各位好好的学习。啊，兰亭八柱里面，因为它是描空心字，然后再填墨上去的，八柱都是这样，所以你一直写这些写一万遍，如果你达到七成半到八成，你功夫就一流的，因为它是经过墨本描过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这324个字的文章，你要拿来用啊，这才是你要的。好的字跑到吉王圣教序去了，所以各位同学也要注意这一点。多久了？接下去我们要讲的就是完成一件作品的字体如何选择。因为当一个专业的书家或是一个古代的这个文人，他有喜怒哀乐，或是到现场的情景。所以他是很快乐的字，你把他写楷书就不快乐不起来，你把他写隶书也快乐不起来，你把他写篆书也快乐，所以他一定要律动性过的 one more two more 这种心态出来，最少要行云流水一般这种，这就是看状况啊去选择各种注题，还有文章内容是不是哀怨或是快乐的或是游山玩水的或是很严肃的啊，那你就这个主题就你要很斟酌去选取啊，这一点相当重要。再来啊，就是我们学习书法的一个三个阶段，这一点在今天来讲可能是很高的难度了啊，因为一般我们学啊，就我个人的哈，这一点就我个人的各位同学啊，但是我把我啊。一甲子的功力啊，也给各位啊，跟我先贤几位啊，我们啊老师啊，跟我们一些啊风范的这些老道友啊所流传下来的啊硕儒啊留的啊，我再传给各位啊，我的感觉了哈，这一点这是我的感觉了。学习书啊，就我个人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哈，就不容易的，啊，属于技巧性的，哦，写书法哦，你写哪一种主题啊？藻井历楷传哦，啊，这技巧性的，哎，啊，当然有人会问你，哦，丁老师你好厉害，写好多种主题啊，各位同学，不厉害，写很多种主题，你一个早上一个好老师，藻井历楷传，买五本字帖，你叫他临五种，哎，一天就写五题啦。意义何在？没有用，零分，跟打拳一样，整个套拳通通学回家了，一个晚上学回家，明天早上还是挨揍。为什么？他不知如何应用，他不得法。他你看我这呢，假定弄破嘛，接下去呢，假胸椎啊，丢不到了，绕散。所以古人讲多琢厚，少则得，啊，慢慢品尝才是正道，啊。所谓技巧包括什么呢？这个就重要，大家要记得。第一个就是运笔啦，你运笔啊。第二个要用墨你怎么去运用？啊，这个太重要了。第三个就是结局出来，方正吗？好看吗？再来，笔墨运用于点画之美，你的笔墨这个轻这个重用在哪一个地方？啊，它的啊，线条之美，笔画之美。再来，结题呢？则展露之姿态，啊，之俊也，
他就让他哦，字写出来的好俊秀的字啊，啊这样，弱点化圆融秀韧啊，姿态挺进方正啊，挺拔方正，则毫端就能长持无止啊，哦跃然纸上。所以你一个人如果刚刚所说的这些细节，你都通通很细的去注意到，那你在写字啊，这叫纵横无止，跃然纸上。这一点啊，叫也要加上石河笔畅了哦。那古所以古人讲的，就我们《书谱》里面讲的这一段呢，啊，临除作诗，持水浸墨。你要写字啊，你放多少墨汁下去，就要把它写完。啊，古代我们小时候，我们叫我们写完一缸水啊，啊，这是勉励的话了啊，啊，就是形容这一种啊，勤你所挽的基本功夫罢了。哎。你把那钢水通通写完了，表示你写得很勤劳啊！你把纸张写很多啊，墨汁写很多啊，这叫基本功夫罢了。哎，这一点就不容易了，这已经叫一小成，已经十年了。但是今天的作家有没有全部照这个呢？第一段就很难全部做到了，没几个了。注意第二个阶段就比较麻烦一点。第二个阶段是读书有关系，读书是写字的四倍时间呢、啊欸，有没有那么多人想去花这些时间上面？我看难也。啊，第二个阶段，我的感觉了哈、啊，各位做参考，啊，为书见位，这里所说的书见位啊，啊，就包含对滑铁文艺的了解。好，我们现在去买这种字帖，你自己看，这个书法字帖啊。那我们看看，啊，买这个书法字帖，后面都有这字，有没有？来，各位，书法字帖后面都有印这个东西。哎，这不是解释，哎，也不是序文啊，这骗你的，这通通本文根本就没有解释。好，那你怎么看得懂这里面在讲什么东西啊？老师怎么教啊？所以各位找老师你要小心了 啊， 这一点很重要啊。啊，这个呢对滑铁文艺的了解和浅年经书啊，放怀西山，有空的话要往外走去走一走啊。然后呢即古人常说的六经读罢啊，荒年笔啊，五月归来不见山，就是这种道理啊。然后接下去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一种感觉跟会意。什么叫感觉跟会意呢？你走名山大川回来写画画的话，叫写意，那里面写实、写意两种哦。哦，这个要注意了，会意更是头脑和智慧的结晶了。因为指挥脑的手写字，这因为这个指挥手写字的是脑子啊，所以这种会意、这种感觉，那还要加上你的诗词，融到你的。诗词文章里面去，我第二个这个阶段，那相当不容易。这是我所看的哈，今天两岸的书家进到第二阶段的已经没几个人，啊，这很有趣的事啊、哦，这是我感觉了啊、哦，大部分都是在第一阶段，然后我们到了第三阶段，那更有意思了，啊，第三阶段就是一种神韵和境界，神韵和境界。因为刚刚经过一个基础，然后技巧，再经过到书见位，第三个这个就麻烦了，啊，神韵和境界啊，啊，这是超乎人类，脑去思考，竟由灵性启迪，瞬间爆发出来的这种，结果啊，简单而说了，就是神来一笔，就不知不觉中间你忽然间想写字，提笔一写下去。一次就好了，有时候你这么写了老半天写不好一张 好作品，所以这一点各位同学一生难得几回这种状况，无妨呢。如果有一天你忽然间兴致一来，手写下去，哇，这不得了啊！有人呢喝酒喝醉了，把头发拿来写字啊，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啊，要洗我这地大家家睡，这谁写的、啊？不知道是自己写的，神来一笔。好，
这就是什么呢？啊，韵律与美感呢、啊？啊啊，这种韵律跟美感从哪边可以看出来？从我们大书法家从二王羲之、献之开始，一直到啊我们啊宋朝的苏黄米呀、啊，啊啊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米会、米元璋、米襄阳啊这些大书家里面的书法里面或是文章里面啊可内窥注释马迹，大家无妨，这些你会多了解他，不简单，这些人有一套。就是三种步骤，各位把这个要学习起来。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五点，就如何正确的完成一件作品啊。那我们主题是欧阳询，现在我就用欧阳询啊，我简单用一个小中堂式啊，中堂啊，小中堂就是厅堂，完成一件作品，包括盖印章如何运用。啊，我们出席者，我们第四讲啊，这点很重要。刚刚我切了，这叫小中堂，对不对？各位看，我把它对折了，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在线上也可以这样，跟我一样切四分之一折。折了以后啊，这个人呢、啊，有大有小，有天有地。这个我们这个书法啊，也有天有留左右，天地都要留啊。他说这边大概两个指头了，嗯、啊，上面大概三个指头了，啊，大概是这样哈、啊。还有我们还要留边，留边干什么？落款啊，这很重要啊，留边落款，嗯，留边落款。留边有一个留边落款哈、哦，好，那大概是这样。那、啊、各位来看看我怎么折的。啊，上面留三四四个，女孩子手比较指头小，所以三四只，左右边两根手指头，啊，然后这边在左边。啊，这边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四个字、八个字，这边呢是落款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去写它。那第一个，我第一节课就讲了，在写字的时候注意，先放水，水啊。谁先放下去？我记得吗？四比一、五比一，我教你过，对不对？啊？好，好，四比一、五比一，对不对？才不会产生很多的，那原则上面，啊，我们就拿啊它里面的骈文的第一句就很棒了。关山控殿啊，在很高的山上啊盖这个很雄伟的宫殿，建后为德，然后将横跨两个岩壁下面的山沟啊。作为一个水池，啊，我们把这一段欧阳询字的重点，我来把它写给各位看哈。
好，我们曾经做了几个系统，第一个就是衔铁，衔完铁以后就是读铁，把铁字啊知道意思，文章的意思。再来叫临帖，就是临它，临完以后叫背帖，把帖子背起来，不要看了，什么？你要经过这个阶段啊。那我们来看，直接进入了啊。
然后各位同学注意了，这个基本写完了以后，我们就要落款啊，这提款的部分啊，提款这边啊，那我们最重要就是连杆先写啊，今年是壬寅啊，落款可以用行书、小书都可以啊。现在是我们啊，乐龄学堂是六月上课。好，然后啊，我就写啊我的名字啊，现在。是上行、中行、下行，啊，刚好下完，那我们就落款啊，啊，就是下完。然后接下去就是你的名字，我在讲名字一定要写好，然后你就用一个印章，一方印章，啊，用个一方印章。然后印章盖完，你就再盖个你，你的谥号是什么？一个闲章，啊，你的闲章。
这个各位很重要，这是悬章的部分哈，后面要盖个悬章。那悬章盖什么呢？可以表达它可以把东西颜色拉出来的最好。还有一个内容很重要，好，那你要对齐这个字的一半，好像在教里面，这个是这样打的，这个是这样打到这个地方，我也有微微的毛，不要很多，不要有印泥沾上，这叫起毛秧啊，要注意啊，你才会起的哈，啊，这一点很重要。好，以上，啊，这边。被渲染了哈，把拍写哦，抱歉，不理他了，渲染就渲染吧。好，那这一张啊，各位，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是我们刚刚啊现场来写的啊，大家做参考。那最后啊，我啊用一首诗啊，因为我们第四讲啊要结束，那跟我们大家来共勉啊，写了一首诗啊，叫《任重道远》。前目故居国学风啊，我们国学讲堂内容非常丰富啊，我们历史悠久啊，秉持传统在做很多的推展啊，乐林四讲九成功，我来接触里面乐林学堂里面啊，今天是第四讲，连续四讲欧阳询、谭凯啊，这个冯华跟谭凯入门，啊，凯叔入门，啊，一间，啊，任重杨师道。那我们这些，就是我们啊来弘扬我们的书法，尤其在我们这些啊最近疫情比较啊严峻之下，我们还是继续啊战战兢兢、任重道远来做一个传达，啊，用什么视讯啊？四信环球正古风，我们把我们这中华美好的中华文化啊再把它宣扬出去啊，这一点做这首诗跟各位啊，跟我们所有的学员所有的朋友共享之共勉之，谢谢。